爷爷奶奶，你们干啥呢？小倩咋来了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挺浪漢呐，离家不到20米，搁这玩春游呢。啊，这个小子，有话就说，动手别动手。行行行，哎呀，这也太丰盛了，吃的挺土豪啊，吃的。这孩子咋说话呢？这都是进口的，哪土啊？啊，不土不土，这都谁买的呀？你黄奶奶买的。黄奶奶，哎，你买的呀？啊。黄奶奶，啊，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？滚犊子！谁拿你爷存折了？他说你是啥玩意儿？犊子，原来就长你这样啊！别闹，范爷爷啊！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，他舍得这么花吗？你拉倒吧，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，你给我来一套，拿着钱来。啥意思？小费啊？拿点小费呢？全款。15块钱，你让我带啥呀？带点大菜呀、啊？你那地方大菜咋那么贵？什么玩意儿就15块？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。我这20。20块钱只能买一样。王奶奶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些东西我跟你说，整不好就是过期的。过期的啊？行吧。哎，这不是热饭日期吗？这不过期、啊。这没用啊。那就是假的。怎么的？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。不是吃就戳你，我这不是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？你想要啥样的？你都知道啥样的？酸中毒啊？汞中毒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铅中毒？酸中铅中毒？哎呀，我的妈！有那么邪乎吗？你别吓我，黄奶奶，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，轻的翻白眼儿。重点直接就翻篇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少吃点根本就没事。黄奶奶，千万不能吃啊！为了我爷爷的幸福，你要吃完之后，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。赶紧打电话，问他搁哪买的。是吗？赶紧的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儿子，那啥，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。嗯，能找着那家不？啊，是实体店呐，好办了，实体店就好办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20块钱也能找回来。什么20块钱呢？这加10倍罚款。啊，10倍，200呀？200能行吗？最低2000。你真疯了你呀、啊！儿子，那实体店在哪儿啊？大米粒超市。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只要是假货，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。